大家好，我是问一下的 West， 很开心我们旅拍系列已经来到最后一集了。我会用两支影片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把前面三集所想的东西融会贯通，如何应用在旅行拍摄影片，不管是旅行拍摄啦，甚至一般的纪录片啊，其他的影片，我觉得都适用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阿嬤太疯狂了。艳阳下雪了，为什么？哎呦，对不起。欢迎大家乘坐地铁特快列车。武汉肺炎防疫。这一轮加油。要听行李号哦。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我们第一名，啊不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快点！后面还有好几个，后面还有好几个。果酱，哇，下雪了！我们要回民宿了，但我们今天遇到好多次都是这种稀疏的雪，那我们要进去了。现在雪好大，太嗨了吧！大家超嗨的，日本行，那看过雪哟，是很怪异的，我也没看过。对啊，一点点。看我身上，看我身上，通常啊，找到一首音乐之后，我都会先去分析这支音乐的调性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支音乐啊，它其实是一支我觉得算蛮复杂的一支音乐，它包含前面的情绪铺陈，
这里哦，铺成了一大段哦，长达17秒的铺成。通常啊，只要听到这个，其实你会不知所措，会不知道怎么使用这支音乐。这就是我过去我不敢用，可是随着经验的累积，那突破自己框架之后，这种音乐我觉得拿来当旅拍其实也是可以的哦。情绪累积之后，我们开始做情绪的堆叠。我们一支音乐啊，它其实跟电影是一样的，它是有起承转合，所以呢，这里就是所谓它的转，在一小段高潮之后，他把整个情绪往下荡。 OK， 这一段就又要好好的处理了哦，因为它是整个情绪的转变，慢慢的回到铺陈，因为它准备进到另一段高潮了哦。好，OK， 这整个就嗨起来了，很嗨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后面会更嗨，它越来越高涨，越来越高涨。OK， 我们就回到影片哦。这趟旅行我一共带了我的 A cam， 就是6400，然后两颗镜头1650的标准 key 的镜，然后还有一颗35.8。这个35.8我通常会用在有氛围的地方，或者是晚上想要打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感觉，才会使用大光圈镜头。然后的 B cam 就是我的 action camera， 就 DJI Osmo。 我很喜欢身上带一台 action camera， 主要是因为它很方便，防守震又好，然后再加上我随时都可以拿起来记录。好，这是影片的开头，是我在第三集剪接逻辑里面所提到的前后呼应手法，主要是前面这一段跟后面那一段，它的两段它其实是放在一起的，不过把它拆开来做前后呼应。然后有大家有注意到我上下是有黑边的，然后进到正片之后就没有黑边了。我想要呈现的说法就是，我在情绪铺陈的时候慢慢堆叠慢慢堆叠，这一段它是跟主戏它是分开的，然后到这边我们进到正片的时候，我会让它的上下黑边慢慢的打开。这个很像是我们以前在看电影啊，就是电影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布幕，然后把荧幕整个拉开，就一片开始的那种感觉。旅行拍摄的时候都习惯 A cam 跟 B cam 互换，看到了就拍，那有时候很紧急 B cam 拿起来就直接拍。好， OK，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画面哦。这几个画面都是我说的有戏的画面， OK， 包含列车跟你的列车交叉而过，然后门关起来。如果我只是单纯拍一个门，它其实就是没什么戏啦。不过为什么我这边塞了一卡沉浸的画面？主要是如果你每一卡都有戏有戏有戏，其实看的也会腻哦。有的时候会在里面掺杂了其中一个画面或是两个画面的沉浸画面，其实它对于影像，我觉得是加分的啦。OK， 这就是我说的特殊构图。我站在斑马线的另外一个视角，垂直的拍摄走过去的行人。好，包含这个画面，如果你今天单纯拍了旗子，其实它没什么戏嘛，除非旗子在飘动。可是你看我的安排就是让一个人走出来， OK， 这个画面就跟你单独拍个旗子的感觉又不一样。武汉肺炎防疫啊，音乐稍微起了。再来就是都有一些旅行的会拍到的画面啊。
OK， 我们要进到第一段音乐往下降的氛围。上次有说过嘛，我们会依照的节奏剪，可是当节奏变换的时候，我们的画面也要跟着变换，所以我利用了这一个旋转。如果今天转很快 那就算了，可是我今天旋转它是我们是慢慢的转，然后加上它是一个长镜头，所以长镜头就是它长达了10秒钟，这种拿来做情绪的转换其实蛮适合。如果今天这一卡只有3秒钟，那可能会有点没有办法撑起 这一段。好，因为音乐降下来了，所以我们整个氛围慢慢降低，有点慢动作。加油，加油！还是在做情绪的铺陈哦。后面还有一个，快点！后面还有好几个，后面还有好几个。好，音乐准备起了哦。整个节奏变快，有没有看到我光一个脚踏车我可以拍了很多的视角，这其实就是我说的不要用正常的视角就够了。 OK， 我们回到前面，我们的音乐已经要来到最终高潮了，它是一段很快的音乐，顾名思义，我们的画面是不是要很快才能去搭配？我们看我怎么安排。让整段影片速度最快的这个做马吉的画面来让它去撑起这一段，然后搭上火车，让它很快速的飘过，表示时间流逝的很快。那一天就要过去了，一天过去之后，玩了一天一定会累，所以我在音乐荡下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安插了一段大家很累的画面。好，要收起来了。表示正片结束了。好，回到所谓的前后呼应，我们回到第一段，我特别会把这段拿出来，主要是因为这个是我们旅程的第二天，然后我们就遇到了下雪。其实台湾人看到下雪应该都很嗨啦，所以我特别把这一段弄了很长，然后把它放在前后，然后再加上大家都很开心。但我们今天遇到好多次，OK， 记得跟镜头说说话。那我们要进去了。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支影片。它是我们去年2月的时候去的京都，武汉肺炎已经有一点点感觉了，所以我们大家其实蛮怕的，口罩都戴，尽量戴着啊。那还好，顺利平安的回来，也没有办法再去了。